尤顺啊，你不是赶快替我年终经理啊？啊，怎么怎样安怎？迄个理由是哦，根本就是针对你。我是无希望你看到阮妈，害你心情无好。你若是想要好我处理这代志，就对我较客气。我看你不是啥物都贵，你这个人的人格根本就是有问题。别人是疼囝婿啊，恁呢？是疼客囝。 差知影，我来做你的客家就好啊。亲像恁安尼哦，只是人干那会当赚干苦钱。无唔对，阮赚是干苦钱，啊，不过阮对会去家己良心。啊，那做人哦，得食果子拜树头，啊，人天天哦，请你照顾你保养青的生理，啊，我敢会当看天天安尼去互人欺负，安尼去掂掂。那真正讲到食果子拜树头，恁是不是应该对伊较好个啊？你实在是哦，你对啦。 我才是狠心啦！哦，那真舒服啊！哦，春香啊，我看哦，你哦真正爱去配一副目镜，那咱两个就要比一下，看谁较厉害，比就比啊，惊你哦！我真应该甲你狠心的，是阮幼姐害你遐尔操烦着，真正足歹势啦！眼球现在伤害我，你想那么相信伊啊？幼姐啊，我安尼可肯定是为着你好呢。 单家辉已经有上只眼球琴，其实是单俊男一定的故事。李友琴，这个代志，刚有需要提出来讲。单俊男，其实就是单家辉的亲生爸爸。其实单家辉就是单俊男，甲眼球琴的私生子。 想起有念着青春时你写的信，一日一日想着岁月的经过，梦里的烛火无声，一切风雨声在伊的心内飞。